啊，先双擂马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了鸡俯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注意呢，手不要上翘啊，手心要朝下，五、了鸡，八、左手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了鸡俯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了单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了七八二二三四，换个左手，一二三四，一定要有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啊，人是要挺拔起来的状态啊。五六七八，然后抽鞭，一好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换一只手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只教了三个简单的双擂马、单擂马，还有我们的抽鞭。我们马舞里非常简单易学的这个马步叫打点步，这个打点步呢就是我们模拟这个牧人骑马在马上小跑的这个状态，马小跑起来的感觉，所以呢它是双脚交替打点，是不是上节课已经学了？我们这是什么脚呀？是一位脚，是不是？然后在一位脚的基础上呢，一个平脚，一个脚掌，啊，一个平脚，一个脚掌。然后呢，双脚交替打点，啊，交替打点，模拟这个小马快跑的。这是右脚平，左脚脚掌先向前移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向后退换脚，二。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换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这个呢需要给孩子多练习，注意他这个脚下节奏要均匀啊，一定要是平均的，一二三四或者是一二三四都可以，但是不要一啊，不要出现节奏的不平均。右边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吐气下来，先从低到高，先吐气下来，好，走起，五六七八，双擂马手拎到最高的位置啊，然后再下，二二三四五六，俯身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直接用你的手去撑着地面，让你的右边右侧的胳膊肘和肩膀去找地面，顺势向右边滚地，形成一个小马蹄的状态啊！小手也是小马蹄，小脚也是小马蹄，手和脚同时去运动啊！五六七八，我们去一起做四，做一个八拍啊！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。单独说一下这个脚步的动作，我们的脚步的幅度不要太大，幅度太大的话就显得这个动作的质感就不好看了。小马蹄慢一快一点，然后碎步要小，幅度要小，反而就变得快了啊！幅度小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小小的一点点，然后配合手上的动作，同时一起进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。从我们的左边翻身体也是一样的，
还是膝盖是屈膝的状态，翻身顺势手推一下地板，我就起来了啊！手推一下地板，我就起来了。起来到这之后，还是一样，右手在前的勒马手，左手在后的勒马手啊！我们把这一组动作再来完成一次啊！来，从第一个造型开始，准备，五、六、二、三、四，吐气走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翻身体。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二五六七八，然后再翻身，从我们的左翻身回去也是一样，用我的左肩找地面，让我的身体翻身到这儿，翻身回来，我的身体还是像一个小鸡蛋壳一样，是含在一起的，不要长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容易出现这个，一翻身腿就伸出去了啊，我们的大腿尽量收回来，去找肚子，去大腿去找小肚子，找肚子，小腿和脚背是冲着天花板的啊，五六七八，小而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躺身，从我们刚刚左侧翻身一背走，翻身翻到左边来，到这边来啊，又一次起手的动作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俯身下来到这儿啊，我们把这两组动作连接在一起，一二三四走，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走，大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走，三二三四五六七翻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到这儿来，两只手交叉好，到这儿来啊，这个身体可以稍微向前俯身一点点，我从侧面做，两只啊，从侧面做，我的身体稍微向前俯身一点点啊，二三四落下来，五六七八，注意看我的腰腹，腰腹是直的，我在这落下来的时候别弯后背，肚子想着去找大腿，腰使劲儿，胸腰向上卷着，哎，勒马手，哪只手在前，哪个肩向前，给在这个位置上啊，二三四走，五六七八，转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到这儿，我先说头上面的动作，往右倒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二右四五六七八啊，这是头上面的动作，两个慢的，三个快的啊，分别这个节奏是前面的两个慢的是两拍一次啊，一二三四一拍，五六七八的时候停，等一下，然后再做反面，左边的头啊，走，左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停，好，手臂上面的动作是学着我们这个像马奔跑起来的时候，这个马抓着这个手抓着这个缰绳啊，模拟这个牧民这个小胳膊去动的一个形态啊，把它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状态加以这个改编和美化，形成了我们这个舞蹈当中的动作啊，看一下我的这个手臂的动作啊，上下去动，我往近一点啊，上下去动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胳膊上的动作和头合在一起的动作是这样的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啊，头的动作和我手臂的动作是一致的啊，这个节拍的动作是一致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跪到地面上，完成这一组动作啊，准备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边右边左右左，
好的，我们在给小朋友讲这个课的时候啊，要那个去找这个孩子的这个童真的感觉、童趣的感觉啊，别做的太成人化了，美着呢，一二三四，特别美啊，这个不需要，要就做出来小朋友这个活泼可爱的一个状态，跟那个高娃老师一起做的可爱一些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好，接下来的动作啊，我们站起来，起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就是刚刚查斯纳老师说的这个打点步啊，打点步，我们先用我们的右脚全脚左脚半脚掌踩地面啊，用右脚去来做打点的动作啊，向我们的右前方行进，同时配合我们的手势，单雷马手，左手叉腰，右手单雷马，现在大家顺着自己右手边二点的方向向前前行啊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接下来换脚变成左脚全脚，右脚半脚掌，向后退变成双雷马手，同时配合俯身的动作啊，五六七走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结束，我们把这组动作连接在一起做一次啊，准备，五六七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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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点方向，同时配合左手单雷马手，右手叉腰啊，七位手的位置上啊，还是一样，右脚全脚，左脚半脚，配合打点步的动作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好，别动，向后左脚全脚，右脚半脚，左脚全脚，右脚半脚，配合俯身向下双雷马手向后退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俯身趴下去到这儿来啊，这个眼神啊，眼神就比较坚定。好，我把这组动作从正面到反面，从我们的右手边到左手边连接在一起给大家做一遍啊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退，二二换左脚了，五六七走，三二右脚，五六七退，左脚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我从八点方向做完俯身雷马手，面向一点方向，同时要双脚一起向上立半脚，一。你注意看我做一的时候我的手腕的动作啊，一有一个拎腕的动作啊，来一次八点方向啊，五六七八，一，好，我们先说脚底下的动作啊，一二向旁出腿，三四反面左边啊，五六右边，七八到这儿，一一的时候立啊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是脚上面的动作，手臂的动作，五六七八，一也是另外的啊，另外的，左边手另外，左手在前了，右手在后，另外，预备走，一二。啊，六七八，手臂上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上、下、上、下、
上下上，我离近一点儿，让大家看一下我手腕子的地方啊。看我落手的时候，我的手是什么样的呀？拳头是稍微往上起来一点，这个勒马手的这个动作啊。下的时候，胳膊肘向上走，下手腕向下落，它俩是相反的，肘部向下，手向上，肘部向上，手向下。在这呢啊，好，加快速度的来一次，六七八，一，走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准备好，五六七八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七八，二三四，我的脚底下是迈脚，二三四，双脚并拢，我在这儿停了几拍。四拍啊，再看一次这啊，准备立起来，准备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，停了四拍啊。好，说一下这儿的手啊，向旁边迈脚，二三四的时候，又是我们刚刚站起来的时候手臂上面的动作，手经过身体的两侧打开到前，变成勒马手的动作啊，我们往左边的时候，左手在前，在这个位置上啊。好，看一下，我衔接一下我的这个腿上动作和手上的动作。八到这儿，走，迈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到这儿了。好，配合有一个头和手的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到这儿。一的时候又是立脚，一。这回出，先出我们的左边脚，刚刚出的是右边脚，这次要出左边脚了啊，左边脚走，一二三四，左边脚在这儿啊，出脚，一二立脚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到这儿啊。好，从正面到反面，我带着大家来一次啊，背身的看一下那个查斯纳老师的啊，准备，我们先从这儿开始，摆方向，侧身的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2 2 3 4 5 6 7 8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2 2 3，右手在前，五六七八。右手在前，头往右边倒，迈脚过来的时候，右边左边右边左边，往左边迈，头往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的啊，先往哪边迈就先动哪边的头，六向后，2 2 3 4 5 6，反方向，3 2 3 4 5 6，向后，4 2 3 4 5 6 7 8，一2 3 4 5 6 7 8，2 2 3 4，左右左右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，右左右左，5 6 7 8，1 2 3 4 5 6 7，走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，走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，退，4 2 3 4 5 6 7 8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 5 6 7 8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 5 6 7 8，1 2 3 4 5 6 7 8，2 2 3 4，左右左右，3 2 3 4 5 6 7 8，4 2 3 4，右左右左，开始。
右左做四次，向下吐气，从下向上拧啊。先说动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点四五六七八，三点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六七八，好。前向下吐气，起，同时配合的脚，半脚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始终我的脚后跟都不是挨着地面的啊，它都是在和地面有一个小小的空隙的。彻底立起来的时候，脚后跟是彻底离开地面，屈膝的时候，我的脚后跟还是离开地面，和地面有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小的距离啊，它不是全脚，全脚着地，也是这个半脚啊。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点三四五六七八，五点三四五六七八，转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脚右脚，最后这个手抽边这一下子要有力量啊，棒。一下子，然后呢，停在我们的这个四位脚屈膝的位置上啊。四位脚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啊。我们的这个右脚跟我们左脚的这个脚后跟是形成的一条直线啊。左脚的脚后跟，右脚的半脚掌啊，它俩是形成一条直线，两个膝盖是在一起的。左腿在前直，右腿在后弯，从这儿屈膝弯下去，俯身下去，这个四位脚的位置上啊。准备。